来哦，哦，大家一直要看的长期追踪哦，长期追踪的影片，现在我就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说野放，野放区就是外面啊、哦，不管风吹日晒雨淋，我现在都丢在外面哦，这样子晒太阳，也不收。然后平均差不多现在是一个礼拜，或者是说有时候拉比较久是十天一次水。啊、所以就是有灾情、哦、一定有灾情出现，因为这样子狂晒的话完全无遮网，一直这样曝晒、啊、你看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哦、你会看到这个，这是水泥盆、哦、水泥盆这一颗暂、哦、时没有事，哎、欸、怎么大家说哎、欸、这里的叶子越来越不见了、嗯、没办法，现在太热，它会疯狂的在耗水分，如果我们的水没有办法再供上去，它可能就是继续耗叶子，可是它杆子是不会出事的、哦、这个杆子是不会有事的。然后这个树梢、哦、你们看出来、哦、这个树梢也没有什么事，但是说它一样，你看继续在耗叶子了，可是大家都会看到 哇上面这个粉都是很厚的、哦、因为正常就是说你阳光接触的多，越来越久越来越久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说它的粉会越来越厚、哦、还有重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话都感觉很像有东西聚阻隔、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戴口罩往下去讲话，所以就是说防疫优先、哦、好，来接下来看这个，这旁边这个彩色盆、哦、那也是之前影片大家都有看到，这其中这八颗这野放区的、哦、好好，那你有看到灾情这边这个点、哦、这个顶端这边、欸、它上面的叶子都不见了，但是它又重新长出来，这是当初刚好阳光那时候晒下去，上面的叶子直接烧中心点，中间直接被阳光烧坏，烧坏之后它有点小黑根在上面、哦、黑点在上面，然后我们就把叶子全部打掉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它上面结痂了，结痂完之后、哦、它的水分就从旁边攻、哦、所以这边长芽，这边也长芽、啊、然后你们会看到哎、欸，为什么这样小小颗，这边太阳晒它不会直接去干掉，因为它已经习惯这个光阳光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过很多次，就是说你植物只要习惯之后重新长的，怎么晒太阳它会不会晒伤，绝对不会晒伤，因为它已经习惯这个阳光了，嘿，这样子。好，接下来往上看、哦、这个塑胶盆这几盆种的、哦、这个是四寸方盆透气、哦、一般我们的韩国盆这样子、哦、这一颗已经大概宣告 GG 了、哦、因为什么，就是说它下方这个杆子已经有败根了、哦、败根完之后接下来它黑杆到这边停下来，在这边正常我们只要化掉、哦、就可以拿去救，可是说这个剩一点点的话，我们就是宣告这一颗失败了、哦、好，这个就是 GG 了，但是说其他盆子你看、哦、他们还是一样长，但是说一样他们都有晒伤，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都会有枯叶，都继续耗水分，因为夏天会一直耗水分，所以他们现在长期追踪在露养的这个状况目前是这样子。好好，那我就拉近距离给大家看、哦、因为我们就是要求真实。好 OK、哦、我们看到侧边，你看这杆子现在目前都是长这个样子、啊、然后你们不要看到就是说、哦、你可能会看到这边，来我们看到、哦、看到这边，你会可能觉得这个是不是黑根，这不是黑根，它的瓦砾的这个杆子通常有时候都会比别人的那个植物的杆子多肉的杆子黑一点、哦、好我们看这边、哦、这一颗就是我刚刚讲这边刚好它顶端烧掉、哦、烧掉之后接下来新长出来，所以又没事了，但是这个的话一定要去补水，有时候你不够水分的话它可能又继续干掉，如果根系也干掉它就直接整颗烧掉了就没了。好，我们看看这边这几个，好OK， 你看这个也都蛮稳定的，都没有什么事。好，就是晒伤，然后继续耗叶、啊。那这个的话，今天就是要去补水分。这些你看，这个都一样要去补水分，都干了。啊、你看 ，OK， 你有没有看到黑杆到这边？好，然后它上面，你们看到上面这里还是活的。其实正常接下来这上面那一段还是会活着。那我们就不救它，我们让它GG了。哈。OK， 你看好。接下来就是说哦，它继续耗水分，耗完之后整片叶子就这样干掉了，你就丢掉，嘿，这样子一样，它可能会继续耗水分，这个杆子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因为就是它一样在长，可是它耗水的速度太快，所以就是说它会变成这样，
哦，下方杆子这样。可是你到冬天，这个只要你养到到冬天，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瓦砾，就是非常老长，它的杆子又特别长，然后上面再重新长出来这样子，嘿。所以我们现在长期追踪外面也放的，好，目前是这个样子，总共八颗，可能已经GG颗了，剩七颗。好，今天5月24日，好，这样子。然后来哦，这个就是另外这八颗，这八颗就是在网室里面哦，网室里面这八颗，哦，就是说有设备。哦，有些是说我们会注意看，好，我们会遮网哦，会遮网，好，哦，不要让它雨淋哦。但是说现在没有在淋雨，然后固定就一样，一个礼拜到10天浇一次水，好。然后大家就会问，就是说这样子看起来有没有状况？有啊，有一颗，你看这边就有状况啊，这一颗就是直接好，你注意看黑根哦，你看到黑根。直接就是黑根，黑根之后接下来它就解体，哦，杆子黑在这边，哦，这个就败根了，哦，这个也正常，就是说，哦，有时候我们现在最近高雄都非常的热，还一闷的时候，你就算，哦，你有什么设备，你有什么东西，会不会闷到？一样，照样还是会闷到，啊，一闷到的时候，它直接就是整只黑起来，你连救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都还是有时候会闷到。然后我们看到其他，哦，它可能这边的状况会比外面的状况好一点。原因在于就是说它不会接受到这么强阳光，吼，这么强阳光有时候就是太热，有时候会烧到把头都烧坏啊，然后有时候就是说太热，然后你又没有水，水没有补进去的时候，有时候里面的土里面的那个吸水跟那些根，吼，它可能会干掉，吼，然后你下一次浇水一水下去的时候，它马上就是不吸水了，马上就是败根，一闷到就死了，啊，所以在里面的时候它。有些每一颗的状况会好一点点，好，你会看到，就是说这个是树梢的，好，那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水泥的，好，你会看到它们状况，然后我们看斜边、侧边，哦，你会看到它们的杆子现在目前状况都差不多，只是说你会看到这一颗，这个有没有黑根？有时候大家会不知道怎么看，这边黑根，这个不是黑根，好，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是缺水了，这直接就是说很多的。很多的水分都不够，可是它上面的新芽有没有继续长？你要看上面，有，它还是有继续长，所以代表没有什么大事，就只是说水分都不足了，欸，因为有时候在这边的时候，大家会说夏天需不需要延长给水或限水？我会说可以限水，但是说你要先确保你这个植物的水分是够的，你再去限水。有时候你一提早限水的时候。你的植物的水分不足，它变得就是一直在耗底液，然后你下一次真的不小心浇它水的时候，有时候它根都烧掉，你不知道水下去，它可能就闷到，就直接黑根了，就没了，哎，所以这几颗状况目前都还 OK， 只是说水分都不足了，所以现在我们这阵子还会继续要补它水，所以就是说下一次再过个几个礼拜，好，或者是一个月，那我们再拍一次，因为最近都比较没有时间去。拍影片，哎，啊，我们这个就是长期追踪的瓦砾系列，哎，他们目前的状况，哈，哦，他们目前有没有长得怎样，哎，然后接下来会再开一些，就是说直播，或尽量就是说让大家在上网络上面问问题，好，哦，因为现在大家整都有些人都只能待在家里，好，哦，让大家来问问题，让大家了解多肉现在夏天会发生什么事。夏天，今年我就觉得今年夏天会比较好养一点，因为就是说雨没有一直下，不会有更闷的感觉，哦啊，所以植物死的几率不会说这么的高。可是说大家会有一点要记住，哦，在很闷的时候，哦，你一定要记得就是植物一定要保持到最通风。有时候大家会说，哦，我植物放在阳台啊，阳台就是最通风的啊，但是说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阳台放在那边，哦，你可能会有冷气，因为有室外机。好，会有热气在吹，或者是吹到它，或者是在上面徘徊，都可能会造成闷的感觉。一有闷的感觉，它其实有时候就撑不住，就会掉叶子。啊，熊筒子是最好示范的，就是说它突然在掉叶子的时候，这个就代表就是哦环境在变动，在闷哦，所以你有时候自己要看一下下，啊，有问题都可以去询问我们。OK， 好，谢谢大家。So cliche, I see the spark you throw.